听你的，阮大哥。哎，我脱了这个穿什么呀？啊，对了，等等，你把包递我。这里面有我一身干净衣服，换上吧。衣服呀？那我估计好看不了了。不是，哎，不是这也太土了吧啊！我这进村穿这个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嗨，行了，人长得帅，穿什么都好看。这话我爱听。哎，我说多多，你穿这身衣服一看就是名牌，也不太合适。要不你也换换吧。关我什么事儿？干嘛扯我？我不管。行了，你们俩要不要找个地方聊聊？快换衣服。听阮大哥的啊，来，你帮我拿一下帽子。资料，家里来两个客人。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婆李楠，这小店的 CEO， 这位是岳峰，旁边是宁朵朵，是我的同事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家里做客。你好，大嫂，你真漂亮。你们聊着，我卸货啊。哎，别，你们俩聊，你们俩聊，我们俩去卸货。麻烦你们了。都等急了吧？哎呀，我们家呀，难得来客人啊，这都是临时弄的，你们就凑合吃吧。不过你得尝尝我们家这酒啊，我都给你倒上。嗯，来，谢谢。来，咱们干一杯，来。啊，嗯。还真好喝，你别说啊，好喝吧？嗯，好喝，好喝。你好不好喝啊？好喝，真好喝。来来来，吃菜吃菜。哎，来，欢迎你们，你们是零号单位来的第二波客人了，第一波是你们领导，我特高兴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来，吃菜了啊，都凉了。哎，林浩他脾气急，你们多担待啊。其实接触时间长了，你们就会知道，他呀，其实特单纯。啊。我敬你。哦。嗯，这排骨真好吃。你们嫂子啊，眼睛不好。是个瞎子。来，你这排骨。哎呦，太香了！我这好长时间呀，没吃过这么香的菜了。吃饱了没有？都撑着了。我也吃的好撑啊。行，那你们聊着，我去收拾。哎，我来。哎，还是我和岳峰去收拾吧。大哥好久没见了，你们还是好好聊聊吧。是，别，第一次来家里，哪能让你们干活是吧？我说了我来嘛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哎呦，我还真是吃多了，这肚子都窝的，我得在这儿溜达溜达。你吃那么多，你还不在这儿活动活动，消化消化。啊，你客气，你扶着点我，我都走不动了。我也挺饱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说话声大了。来，林浩，有件事儿，我想跟你聊聊。
参谋这些年是真不容易啊。是啊，我真没想到他老婆竟然是个盲人。咱们俩得想想能帮他们做点什么。你说阮参谋平时在所里任务那么多，他哪有功夫去陪老婆啊？要不然这样，我回去跟我爸说一下，多给他放几天假，让他在家里好好陪陪老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这是个好主意啊。但阮参谋他是个死心眼儿，他万一不听咱们俩的，非要跟咱俩回制练所怎么办？哎，我有个办法，要咱们俩直接把他车开走。这不行吧？不行，就凭他这性格，找个摩托车也得追咱们俩。哦，